今日去了香港电台第五台，接受他们的新人类大世界的节目访问，讲一些有关我多年来从事生命事业的分享。节目里面还有两位小主持人，大概十一二岁的咋，但是已经很懂得表达自己或者对一些事情的想法。多谢三大两小的大小主持人，令到我今次在很愉快的情况之下完成了访问。如果有兴趣想收听的朋友，可以去我们的内容，按一条link去 part 2就可以听到节目重温了。